美国大选基本上已经尘埃落定，整个大选期间，除了这场竞选大戏吸引人眼球之外，还有其他新鲜事儿。一名澳洲华人花了20万澳币买特朗普赢，而这家博彩公司于11月3号给这名澳洲华人打了3次电话，还发了一封邮件。电话和邮件的内容大致就是想警告这名澳洲华人，说你知不知道，一旦输了之后，你这20万可就一分钱都没有了。除此之外，这家博彩公司还在电话里询问这名澳洲华人，问他需不需要这个戒赌帮助。接到电话的当下，这名澳洲华人是一脸懵，他就想说，这结果还没出来，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输呢？难不成这家博彩公司在暗示我什么？但是呢，这名澳洲华人男子对特朗普胜选是信心十足啊，就相信特朗普能赢。咱先不管这家博彩公司是不是在暗示什么，现在就想知道，不管谁赢，这20万澳币打了水漂，这名澳洲华人男子估计心里也不好受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。